任小月，这些都要拿到番薯洞去。哪有人往里面放西瓜的？里面凉快一点，别外面放了好几度呢。放在里面慢慢吃，还能放个把月的。还能放这么久啊？嗯。今年这种84度也太甜了，明年可以多种一些。明年再说吧。来，把西瓜递给我。上次那个老板没过来拉新疆吗？还要问这么多啊？他临时说有事，本来说过几天来了，就没音信了。早知道就不给他留这么多。这里头挑西瓜有点累。过几天我自己拉出去卖掉就好了。大兵，啊，现在新疆能卖多少一斤？我也很久没去卖了，3-4块总有。小月，待会我还要出去一下，中午你就自己烧吧。嗯，我自己会弄的，你放手吧。慢着啊！3块5啊，能便宜点吗？已经很便宜了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嗯，对。哦，那不能大家的不得了，好辛苦。没有了，我自己回去。老板娘，这个剃须刀怎么卖？这款是吧？啊，对，这个。我们就便宜一点，价格不是。啊，感觉价格有点贵，但这个东西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哪里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咱吃的外面东西。我昨天晚上到新疆，你可卖点。
师妹给我买了一个剃须刀。家里不是还有吗？七夕礼物嘛，我今天洗个手。你做的花也太好看了，是送给我的吗？不是送给你的，还是送给谁的？这个很费时间的。还有这个。这个项链要花很多钱吧？过日子开心就好了，什么钱不钱的？那你给我试试。